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音感练习挑战。今天是升级 F 了，所以第三天了，所以不懂今天会挑战成怎样啦。昨天进步了三题啦，今天再看看怎样啦。OK,start!休息一下，耐心真的不够，要慢慢的感觉出那声音。希望对了，鼓励没信心。
不懂我在打什么。一直上音啊，没有错的话，所以刚才那个是咪，所以这个是发。应该是咪。这应该是 re 来了。OK，今天的成绩还是一样，没有什么，因为还是做不到，多一个法就是这么复杂，所以继续加油练习吧。非常的感谢 YouTube 让我有时常的练习，假如不是的话，也不懂自己进步到哪里了。OK，YouTube 是一个好的平台，但是就是这样子哦。谢谢你们，假如有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这样咯，我的练习就是这么简单。假如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 subscribe 我。大概是星期五到星期四左右，我会开始尝试做什么，就是我会尝试做游戏实况啊，类似会多大啦，或者是一些恐怖的游戏，因为我蛮怕恐怖的游戏啦。OK，再见啦，拜拜。